Hello， 大家好，浪子走中国，用脚步丈量中国。我现在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。这个视频我带大家走进呼和浩特赫赫有名的一条娱乐街——红旗街。这条街拉客的特别多。住吗？不住。到处都是拉客的。这一栋楼上全是小旅馆。红旗街非常的有名啊，我也是慕名而来。这条街很多拉客的，会缠着你。我一走在这条街就头痛了，那些拉客的会追着你不放手。这条街还有很多足疗按摩店，这边都是拉客的。这边是一个喷泉，这两条龙挺漂亮的。以前这条街一到了晚上就热闹非凡了，现在安静了许多。这条街有很多的小旅馆招待所，小狗子，这些餐饮店现在都没什么生意。前面有很多餐饮店，这边又有小宾馆，这边还有洗浴中心。红旗街现在已经没落了，卖风千折岛洗浴休闲中心，这边有很多餐饮店，焖面、炖菜、炒菜，还有东北菜、重庆菜，各个地方的美食都有。有很多拖着行李的旅客。火车站附近的餐饮都没什么生意，因为火车站附近的餐饮把名声都做臭了，很多人都知道了，都不会选择在火车站附近吃饭。这里就是内蒙古呼和浩特赫赫有名的娱乐街红旗街。你有在这条街的记忆吗？可以在下方分享。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